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刚刚跟朋友讨论的结果是，他好像2010的商业版的，就执行我们这个程式会有问题。我们有兴趣进去钻研下去。界面不能用。所以我就复制了一个，然后这一次用 Marshall、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学 C sharp 的，你看我 C sharp 实进去我就知道 C sharp 的时候就结束，所以刚刚有印象，哎，找果然 Marshall。你看，跟 Word 有关嘛？它举例就是 Word、Excel，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那顺便刚好我们现在的主题是这个类别，这都跟类别有关。你看它这个 Marshall 类别，Marshall Class， 对不对？正好跟我们这个主题都是相关的，所以阿弥陀佛，少造业的情景。好，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写这个呢？先了解才能写。Marshall 里头有一个这个方法 ，String， 你看它遗传的是一个 object， 就是取得的这个 Word 或者 Excel。参数是要 program ID， 那没有 program ID 也可以用别的、得到一个正在执行的个体、那假如没有执行的课题，Active object is pro。 它这个还有 VB， 它这个是 C 下嘛，还有 VB 版，还有 C 加加都有。找不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出错。有，它 Visual Basic 版反而不是。First call try to retrieve a reference in the 参考。Second call try to retrieve a reference to an instance。The call retrieve a reference to an instance。However, because it's not running.Retrieve the second object, license, com, extend.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它必须是马戏，它必须是这个，这个真的还没有这个好用。必须是在执行中的才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它有没有相关的马修还有别的方法吗？Grabbing object, 马修。对这个没有未处理的记忆体空间的这个定位。配非破管的那一层，提供了一组方法的即可删除 copy。Miscellaneous。这个是西夏，它这个叫引用这个 System Runtime Interface Service。没有，所以一样，你要先引入。Runtime inter observing，有这个，可能是这个吧。
time information， 为什么只有它上一层？组件的话，那这个有这个就好了。System runtime。是我的。这个不用加入参考，这个不用加入。哎，紧贴过档。这一行就 OK 了。要注意的是，它一定要已经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看它是怎么检查的。要传这个给他，啊，一二，console write sample， 让它 system runtime。呼叫的给来来传子一来 program string。Open ID, dim object as object, then nothing. Object 可能是可以省略，所以它就中括号，我没看过这种写法。然后 console run, db object。Object get apple try catch is try maybe be 也有这个程式，然后就 get apple。那这里 module 它直接就可以 import 这个。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行呢？没有啊。甚至 runtime import， 甚至这里不要用别名了，就可以直接用。因为它是它这个下面的东西，它也是直接用 mash。好，那 object 看它取得了没？试试看，只要发生错误的话，那就。Eat string, sub string， 有例外情形就 write to console， write to console，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函数，对，没事。是 failure. Did not get initialized. 如果它不是 nothing 的话，就印出来。谢谢。这个成功的话是印出的，最重要是这个不要是 nothing， 所以一样我们这里这里直接就在执行后面的，它这个已经有了，它自己会帮我们补上 NA。It's not nothing。啊，现在有 is not 这个词啊，真的，哦，还不知道，那么就执行，没有，如果 else 的话，它有东西的话就直接这样了，对不对？这个都要在后面了。要先检查我们的档名总是要开的。好，这样，如果它是 nothing 的话，你就要 new 一个给它，对不对？然后给 object， 一样再来一次。他就抓得到他，else 就不用了， else 他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然后这个时候就不是 WD 咯，这个是什么？这个得到的东西应该是它本身，传回来的，
应该不是文件，所以这里 WD 就要改成 APP。我觉得这有点画蛇添足，对不对？如果它是 nothing， 就给它一个 new， 然后这里应该就是 lbg。可是你这里一定要记得转型转成，不知道 VBA 这个转型是怎样，那读取成功应该是回来是一个，所以 Duck 这里宣告他，然后这个我们就并在一行吧，既然VBA 可以这样写，然后阿 Q 们。这里也一样，Document， 那个 VB 就先不要，就大概都要改成 Object。其实有点。没有必要，对不对？真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了。这应该是还是用在你确定有开 Word 的时候情况下。Word 已经开了，这个好像有点脱裤子放屁。只是试试看，他既然说他 Object 不行的话，那这里可以。它这个也是先，它是取得应用程式嘛，它并不是取文件，所以你这里一定还是要打开它，它等于它打开了，这个原来有的，其他可能都是类似的。是吧？觉得这真的是没什么必要。APP 只是把 APP 改成。算全解了，好，我们就执行到这里 ，Ctrl+F 发，然后有一个问题 ，main 我们的 main 有两个，所以这是错的，这一次要
执行的话，他不知道他选哪个面进来。是选第一个面，那么我的关掉，那我们把这个面拿掉，面，然后应该就会从这里。名称可能不好。在马九万中找不到 Subman。所以这是怎样呢？是在建制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倒过来这里写那个程式。这个是跟他建制有关的。看属性。那么起始物件妈九万。所以这个应该要用妈九十。这里改一下，这里就可以。起始物件。事情都是。然后下一步，哇！所以他这里就会丢出一个例外情形。只要 Word 没有在操作的话，是不是？你要先 catch try。在前面我们才学过 try and try catch， 那这个我们是不做的，我们这个只有 N， 然后 if， 我们只抓到这个错误，不处理它，然后我们再试试看。它不是 nothing， it's nothing 啊！我记错。如果它不是 nothing， 就做那件事。只是 it's nothing 要做这个嘛？我记错。又来了，我们 word 已经有了，还没有，没有。我倒是留下一堆我。我执行到这，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特别那么痛苦的方便。掉了，哇，这么久，因为他要 new 一个 word， 所以 word 已经产生出来了，马克看不到，document，
对啊，用它果然它就是 Word 嘛，其实它就是 Word，对不对？你直接去执行就知道，是不可能。啊，一样结束了，你看 Word 有没有关掉？试试看这个版本呐、这个圆满呐、这个用测试成功了。什么游戏呀？又弱一个，又升一起。潘江路还应该是潘越跟陆羽陆杰。请四人帮。测试成功，把这个城市码恢复这个。一样，我们把它推到那个路，这里不用。我们还是 main。马小面，那他这样会有两个，可是我们说是从这里开始。是从这里开始，是不是？什么 Word 根本都看不到。Enter， 也是。也是。我的产生，出去。
一样，我要给他讯息了。那我们这一集到此也圆满啊！南无阿弥陀佛，啊，准备休息了。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早朝夜多念佛，我们继续我们那个 Word 的问题啊，因为昨天那位来问的，他说他只有佛意起才能执行，可是呢？佛意起的，我用我这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跑是很久的，我就想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他只是要处理纯文字的话，佛意起，因为有机会，所以我们现在，那我昨天是学什么东西？观念很重要，我们刚开始还那个 GitHub 很不会弄，可是曾几何时，我现在几乎，我昨天还自己摸索，可惜没有录哦，就是直接传到 GitHub 一个分支，所以我们现在 GitHub 上面有几个版本，你看，那其实意思就是这个分支其实就类似 version 版本，你看，我可以写，我可以写这个 Object 的版本，所以它分支它 整个专案还是在这里，只不过它里头的这个东西会不太一样。你看我这个是整个纯粹 Object 的版本，它里头有用到 Object 来初始化这个 Doc， 那里头完全没有用到 Word APP 啊 Application， 还有那个 Docs 那个集合啊 Documents。那这个是这一个，那第二个是 for each， 你看 for each 的写法就是这样。所以它其实有三，我们现在可以分三，现在已经三支了，没有就可以分，已经三支了。那一个就 master 就是我们自己比较倾向的用 range file， 这个效能是最好。再来，我们今天要看一个效能更好，可是相对的就是。它那个其他格式，像我们只要用 find 的话，找到之后还能怎么格式化？那没有的话，就是要需要格式化，就要 find 啊，要用 Word 那些提供的那个工具啊，类别啊、界面啊那些。那如果那个不需要这些格式，只是要把找到字串提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给我们新增分支，你看现在都会了啊，那 Team Explorer。然后新增分支就是我们这一个就叫 Plan， 纯文字 Plan Text， 啊，纯文字，可是它分支的名字中间要加纯文本。纯文本。那我们看迁出分支啊，你看你要放在哪里？那我们其实 original， 那我们要建立分支，然后迁出这个分支，目前是在这里啊，这样就可以。它在建立分支之前，它会先检查你有没有，你看我已经切到建立分支。所以现在我做的修改，等一下推送上去，它就会出现第四个。所以我们总共有四个分支。那现在是做纯文本的，我们这个，我们切换一下分支啊，这里有点错误，这里不能再用 Marshall 啊。这个我们那个 Get Object 它这里是并没有 Marshall。可是我们 M1 这里它是不。Code Marshall，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这应该是 Module 2。啊 ，Module 2。那这个 M2 这个名字也不能再叫 Module 啊，对不对？那我可是我们不能每一个都一直改，所以我们这个可至少把这个要改成普通的就好 ，Module。那我们再编译看看，已经开始建制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他可能是昨天写的是看我那个什么，所以大概要23秒才行哦。我博士论文，所以要很久。啊，出来了。什么？我说了最后感谢词。啊，不要那么久就和心境对话。按住 Ctrl 再加左右键就可以跳，直接到那个空格的地方，这样移动比较快。来跳过一个连接连续字串的部分，它就会跳过有这点。我以前的学生这样，他会来看很久的学生，第一年毕业以后，第一年教书，台北海，现在应该都是大人了哈，有点成家立业。哎，孩子就是孩子，这没问题嘛啊，所以我们改成这样 ，the get object， 啊 ，for each 这个也一样啊，就不要 for each， 妈就。其实我这个可以改成 get object， 对不对？没关系，有分支就好。还没推送出去。对，还有分支吗 ？OK。好，然后。把它推送出去，那么就删掉换这个，加入那个，Finance Career 认证。Correction， 啊，定制 correction。按错东西。已经推送后，
那个直接对，我看 object 分正对。哦，阿布杰进来，分支，然后，它里头已经没有办法修了，对，哦，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弄这些了，哦，那这一样不用 module，就 module two。我又按到 F2 了，习惯就 F2 重新整理，就它都是物件浏览器，嗯，第一次看很久，第二次都会比较快一点，Marshall 就不要，Marshall 1，就是这样。讲 main share 它都会自动帮你改的，那你再斟酌看看。那这个还是新进的嘛？啊，不对了，哎，又忘记了。现在又是开我那个，这佛一学要一分钟，哦，效能最差。那也是开我那个博士论文，我用博士论文测，博士论文最大。现在在跑，CPU 在跑，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是哪一个档案在跑 ，debug， 什么？都被打开了嘛？下午九点四十，对不对？你看跑了一个钟头，来一分钟嘛，它才会跑出来，所以这就 for each 效能是最差的。它是 low efficient， 效能差 poor performer。performance 最差的表现，效能是最差，什么？那么久才出来。所以这一样是 file name correct， 那这一样我们把它移动一下，以后不要用它来测试。设计是方测试，这样就快一点。这小档案所以你看不出来效能差多少。啊，他那个是 Marshall 没错，说实在，哎，那个是 Marshall，所以伤脑筋。这个 Marshall 还是要给他上去，那个 Marshall。Marshall， 啊 ，Marshall One Two 倒是不需要了。这个 Marshall， 其实 Marshall 是没有必要，真的有点脱不过这方片。你用 New 那个 Word 的东西就很好了，哦，这一样把这个有改变的推出去，是哦，这个版本是效能当然不错，不对嘛？啊 ，performance has 有才对啦，哦，不能is是对等连接词，推送成了，我们等一下就切到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 prime text。
我们现在我们主的这个啊、哦、切换过来了，主的这里有没有什么要改的？这也是 Marshall 主的这个主的分支啊、哦，主的分支 Master 这里可能也已经改 Marshall 啊、哦，那这个就改 Marshall 没错。那、哦、这个是 Marshall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我们的今天 Plan Text。纯文本的处理的话，那我们当然一样、哦、我们用大档案来测试比较准。那这个 module 不用，然后你按 auto enter， 它会讲相关的 Visual Studio 会帮你。那我们这当然也不用 module 了，因为那个来问问题那个我去。敢说他应该是 Office 有问题啊，都建议他采访啊，这个不要 Module， 这个不要。哎呦 ，Main Module， 那你一样可以叫他叫这个 Visual Studio， 帮你直接改名字。啊、我们都同意了，其实我们 Module 1其实才最原始啊，管它，这 Main Original 原来 Original 原始的，原版的，对啊，名网还不烂哦，经过这个读原文书更新，还在这个 OK， 然后这个也都 OK， 这个都不用动。然后这个都不需要，不要用这个 try， 绕一条路。我们就定。那有一点，我们这里用 object 其实也可以。可以有一点我们要用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看这个 new 它就是创建一个初始化 instance 一个实例。这就是其实就 new 就是把是。表示你宣告一个变数之后，给它定义让它出事啊。然后这个也不需要了，我们 Ctrl Y 把它剪下来。你定义这个，然后我们要定义这个，我们要用开的，因为有一个问题要值得讨论，就是我们到我们开 Word 的时候，它会留下我们开过档案的记录。你看，我不希望这样。还有一个档案资料夹的 Reason。它会留下我们开了这个档案里，所以我先把那些记录先删掉。你看，我不希望留下这个嘛。debug 当然管不着、所以我先把这两个删掉，等一下看它会不会跑。你看，昨天试的都跑出来、那第二个会在这里出现，我们要先清掉，那再清掉。等一下看它会不会跑出来。心经都会清掉。跑出来就表示我们还不行，这是什么东西？好，第二个是这个，来这里也会。那我们现在要用的就是，它等一下不要跑出这一些。上周这个当然没差，我在试做电子书的时候。先用 Word 给它关掉、然后document open name、那这个它要等于这个 app document 给它初始化，然后这里那个未初始化使用未初始化的变数是没有问题，现在关键就在这儿。还有一个加到、那再来我们来这个 refer read only、啊、
I refer as object. read only. 没有这个东西。read only 它应该是 true 啊，就好了。那这都 object 是个。什么都 object， 哎，就是这个了，来，哎，关键就是这个，不要，哦，再来还有什么 password 当然不用 password， 来 password， 来 password template， 啊、哦、，format， encode 解码，啊，编码这样 visible。可以看到，可以不可以看到？我看嗯，你配打开的时候修复 ，argument 的方向是 direction， 嗯，是实排横排是这样吗？啊 ，no encoding dialog， 不要出现那个编码，如果需要编码，不要出现编码那个是那个对话方块可能是这样。好，这个就是二十二分钟，它传回来了。啊，所以关键就是不想把它加到啊。最近开过的清单，哇，今天主要是这个。那这个因为之前怕，现在都不怕了、哦。那时候在测试，然后这一个，我们还是用那个 range 就好了。这效能，哎，不对不对不对，来了。现在关键是不用 range， 因为我们这个是 plain text 版本嘛。哦，这里拍不到。什么 ？Plain text， 啊，刚刚已经命名过，所以我要定一个，就不要用 range 了，啊，可能还是要用 range， 哎，等一下，想我们看，嗯，从定，嗯 ，argument text。Content， 注意啊，它这个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来不及去那个，就是它的内容，不知道我们 long string 有哎、欸，有 long string 啊，没有，没有 long string。它是一个 string， 然后这个要等于 document 已经开的 range， 的 tag content， 用 content 就可以。这个 content 可能是不包括这个注解啊、注脚那种，所以如果你需要注解、注脚的话，那可能到时候还要再，这个是属性吧 ，read only property 啊，从 range。它是 range 啊，那就这样，嗯，哦，纯文字本，哦，
那现在就是我们去看 mainstream 啊，这个 document.com， 然后和我们要找的。line text， 如果等于那个的话，那这里我们要定义一个变数，就是 s， 可这一选，这 position 我记一下找到的位置。然后，如果 star position 大于零，就表示它找到了。然后就执行什么呢？是执行找到它前后那一段。那怎么找到前后？以 来用这个来找前后分段处，那这个是我们找到我们要找的字串哦，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看看 string， 然后 in string 它会有一个起始值，第一个是 document count， 第二个门是 CHR13， 然后第三个是 compare 就不用，可以省略。第四个是起始位置，它有重载两个嘛，所以起始位置要写在最前面。后面是可以省略的，所以起始位置要怎么写呢？就是我们这个 star， 这时候找到的是什么？从这里开始找，从这里大家找到这个是此段的，in this paragraph 的 end 结束位置，它的结束位置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起始位置呢，就从in string reverse 去找，那从哪里开始找呢？从这里反方向去找，第一个找到了，那一样我们 star pole 这都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的开始，然后现在就是要截取它的字串，开始的位置就是 this paragraph 加一，那我们这里加一就好了，它找到位置加一就是我们这一段的开头嘛。这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这个可能会找不到，因为你后一段会找到，前他如果是在第一段呢，对不对？对啊，所以他可能会找不到，
从起始位置往回找，它可能会找不到加一，所以你可以用 if if， if 这个是 true 的话，就是等于那已经找到的话，你就传回它。应该这样，要这样。应该是 if 这个 list paragraph 大于零，先看它找得到。哎，这为什么会错？前面都没错，你知道它的哦 star 它要倒过来写啊。然后放到最后面，好，那如果它大于零找得到的话，那么它就那没有问题。如果它等于零呢，它就要等于一，就是这一个文件的第一个位置嘛。如果是第一段文字，对，就是这样。所以你 star 要等于一，那接下来就截取这个份文件，从 star 开始截取它的长度，就是 list end 减掉 list star， 对不对？然后减一，减掉那个的时候要加一，因为你减掉头的话是不包括头，你还要加一。还是它要截取的长度，那这个是密的，那长度是这样，然后这就是我们要印出来的东西，这里为什么会有错误？我要表明这个。然后这个就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命名叫 find path paragraph， 对不对？或者是 string。然后这个就是把它印出来。两个是不需要。未宣告。哦，如果它大于它，所以这个 end 还要在后面。就是如果他找得到这个字的话，这样就好了嘛。因为他你放在条件句里头，怕他不符合条件的，他未宣告，那这些都不需要了。然后这个因为我们文件没有编辑嘛，就不用。这个是 APP。我今天我在老师那里测试的时候，还好他档案都有，好像都有储存，我就给他执行了。他原来开的档案啊，尤其我去上班做的档案还没有储存就全部，还好做没多少，因为没有存档也没关系。那这样就圆满了。quit 之后，它这个文件就关掉了。怕它记忆体还有东西，你就给它拿。没用到这些嘛。好，这样就好了。好，来，开始编译。
就绪，够快吧？你看几秒？我是用大的档案册，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啊，大档案册，答案是一样的。你刚刚看到，我们就不重播了啊，就是这一段没错。若无恩师悉心照护，真爱无比啊！真爱现在已经分了啊！再来一遍啦，我们数一下，看啊，等一下我们用最快的跟他比，给 object 一，开始就绪的时候，我们看一、二、三、四，你看四秒就解出来了，是不是？再一次。就绪的时候开始数，就绪，你看，没有，我这里还没有准备好，来啊，这里开始就绪的时候开始，一、二、三、四、五，秒就 OK 了，这么大的档案，你看我博士论文有多大。你看，就好像那不用讲，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啊，那瞬间就 OK 了。若无，到与我母啊。这个先推送出去。最佳的效果。你看我不是用电脑，它在推的时候，然后你看，哎，还是有，这个可能要系统设定。再来，你看这个，因为我们开 Word， 它可能只管 Word 啦，有没有？我明明这里已经叫它。False 啊 ，read only 是 true 嘛，是唯独的。我们按右键，啊，还是有，好烂啊！哇，可是这里会没有，那是空，是不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是系统管的，对不对？没有，这里确定没有。王方刚几期研究已经有了，我看到，水哈，啊，你希望在这个 reason 不要出现，在这里不要出现，啊，在打开 Word 之后，这个工作页这里不要出现，啊，那可能就要麻烦了，他在传讯息，等一下跟他讲。你看三秒哦，刚刚好像三，反正不超过五秒。你看我们这个红方刚多大？看起来不大。硕士论文因为可能有图比较大，好像才四枚的 Word， 其实应该就不小。你看有多大？你统计一下，交易支出统计，你看。光统计要那么久，还黑了。你趁机检查一下我们的 WinWord 都关干净了啊？干嘛？怎么了？暂停一下。你突然出来了，哇！你看，韩文字方块注脚771页，100多万字。你看我博士论文，不是让的选100多万字，77页。我等一下我会去问他，他的这个有没有那么大？我博士论文。
你看四秒就找出来了，100多万字四秒就解决，应该很不错了。只要你要纯文字的话，OK，对不对？只是要截取里头文字，那我们就不用视心镜了，心镜太小，一定瞬间就 over 了。你看看，我们等下不储存，就可以了。啊，不过编译的时候一定会储存。现在还没有就绪，就绪，你看，就是瞬间，再来一遍，注意左下角就绪一，你看不到1秒，纯文字就是差很多，这个我们把它还原。看一下，又去一、二、三，你看我还没数完，它就，一、二、三、四、五、六，还有5秒左右。770页，将近800页，100多万字的 Word 档，对不对？那我们用最快的这个跟它比，这个版本，对不对？它是用 Find 的方法，然后用 Get Object，然后所以我昨天试过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出来，你看，大概要23到25秒，差了5倍。所以这个我们看最快的纯文字。啊，我也是。这个还是其中最快的。那其实其他两个差不多，只有佛一起是最慢的。那我们这一集到这里，测试结成功了哈。先暂停啊！这一集到这，我先跟他聊一下。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各位朋友，大家晚安。这个我要来装印节啊，所以这一集就到此。先刚好也是之前弄那个 Word 的问题啊，Word VBA 和 Visual Basic 内的 Word。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阿弥陀佛，这已经隔了1天还2天了，应该是一天。